在美国干了30多年，第一次失业，租图美国打折网新年购物神价直播。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美各州蔓延，美国经济陷入低迷，失业人数最近几周节节攀升，截至目前已有约2200万美国人首次申请失业救济。在2200万这个庞大的数字背后，是一个个真实的故事。不少美国民众的生活遭到了冲击。英国广播公司 BBC 4月23日报道了11位在疫情之下为生计奔波的美国人的故事，一探疫情笼罩下的美国众生百态。动物园管理员可能再也回不了动物园。 30岁，动物园管理员，来自伊利诺伊州芝加哥。我是布鲁克菲尔德，动物园的灵长类动物饲养员。这个领域竞争非常激烈，你不仅必须有相关学科的4年制专业学位，而且通常在获得带薪职位之前，你会至少需要经历3次无薪实习阶段，但这绝对是值得的。然而疫情爆发后，我被解雇了，这是我第一次被解雇，这令人震惊。因为人们觉得你进入动物园工作之后，这份工作就相对稳定，而且我们的主管告诉我们，动物需要每日护理，所以饲养员是必不可少的。可能是因为我的职位最低，所以我才被解雇了。我的丈夫比我早2周休假，他在餐饮业工作。虽然现在我们压力很大，但幸运的是我们拿到了联邦政府的经济刺激支票。现在我需要决定，我应该拿着支票先做什么。我应该拿着它先还清学生贷款了吗？我担心我的岗位之后会被削减。知道自己可能再也回不了动物园工作，是一件令人倍感压力的事情。鸡修工干了30多年，第一次失业。 59岁，鸡修工，来自德克萨斯州休斯顿。我曾在 Westside Lexus 汽车经销店干了11年的维护、修理和更换零件的工作。疫情爆发后，我在4月被解雇了，而我妻子的理发店也关门了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美国没有工作。我干机修工这一行已有30多年。2周前，经理还发短信告诉我，我干得蛮好。当时我还挺感动，说明他还记着我们。然而我现在申请失业救济金非常困难，系统一直瘫痪，我花了好几天才输入了所有信息。虽然几天前我终于收到了第一笔救济金，但是这钱真的不够用。现在我赋闲在家，帮我妻子打扫房子，同时我们每天都在尝试做一些棉口罩，以此捐给当地医院。 戴安娜·陈·戴安娜·车恩·斯坦利，陈的妻子，57岁，理发店老板，来自德克萨斯州休斯顿。我的理发店已经开了超过25年，从未因为疫情这个原因关门过。理发店歇业前生意真的不好做，之前我们一天一般可以有30到50个客人，但疫情爆发后我们一天只有5个客人。我还必须为理发店支付租金，资金真的非常紧张。虽然我们拿到了经济刺激支票，但这只是杯水车薪，我们正在等待商业重启。不过由于现在形势很复杂，就算可以营业，我们必须与客户保持6英尺（约1.8米）以上的安全距离。我们还必须需要戴上口罩或面罩，
同时要限制店内顾客数量。我认为就算解封，情况也会跟以前大不相同。舞台经理正尝试搞副业 35岁，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舞台剧的舞台经理，来自纽约。我热爱我的工作，保持艺术的完整性是我的责任。3月12日，我们接到通知，百老汇的所有演出将暂停30天。当时我们都认为关闭30天这个消息难以置信，不过现在我正尝试做些副业。我在网上自学 Photoshop， 也接了一些单。虽然在剧场工作的话，被解雇是常事，一般丢了工作的话你可以另寻出路，但是现在是非常时期，疫情之下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有工作。就算我们重新开始演出，谁知道观众们什么时候会回来。我还是幸运的，我负责的舞台剧的演出规模较大，但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舞台剧的演职人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酒吧老板没有游客，担心酒吧倒闭。丹尼尔维克多，丹尼尔 Victor， 42岁，酒吧老板，来自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。疫情使我崩溃，起初我们以为可以制作成批的鸡尾酒，在预先包装后对外出售，但是州政府对此表示不可以。现在我运营一家在线鸡尾酒学校，努力为酒吧的员工创造